我是侨光国小这边毕业的，我第一年在这边参加毕业典礼的。我一走进来，我就发现了，哇，整个校园其实跟十几年前完全几乎都是没有变的。哇，学校都没有变耶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选择回来到我们侨光国小这边来实习。只能在这个侨光国小的实习过程中，一切的回忆又都回来了。这个回廊呢，我以前呢是曾经在这边奔跑过，我们曾经在这边看过风景，我们是曾经在这边合唱团练习过。可以加入合唱团是一个非常非常光荣的事情。我在小学四年级以前，什么叫地震我不知道。其实我爷爷奶奶他们也是慈济人。我最印象深刻就是，隔天一大早，9月22日的那一天，我们家都还是一团乱。我爷爷奶奶已经出去外面去帮忙协助赈灾了。我们停课足足停了一个月。也经过一段时间后呢，我们全部的就在搬去另外一个临时校区，那边搭设的组合屋。我五年级某一个老师，他后来代课一学期，他是那个慈济教联会的老师，都有教我们，譬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多说好话，我们要感恩很多很多的事物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师可以这么的有耐心，这么的有爱心，甚至呢教导我们这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，甚至那些感恩，甚至一些祝福别人的话，都是我从那边学来的。觉得很多当老师是因为他启发了我，我想要去当老师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能影响学生，让学生再当老师，所以我这份感动，这份爱的传承，让我真的很感恩。这还好，谢谢陈先生。对啊。我们以前教室在那个地方，对，在那个地方。然后你们这边是你们以前一年级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那边我以前常常在那边打球，然后那边音乐教室也是一起在那边。